不少民众喜欢在网络上买东西，享受网购的乐趣，但也发生过不少问题，像是有人在网络上买手机，结果却收到两罐饮料，还有人更惨，花了好几万块买新手机，结果却收到两块半的水晶肥皂盒子。都是跟新的一样，都有贴封条，可是里面我们打开里面是香皂的，傻眼啦、啊！因为我就花了三万块买了几块香皂，不晓得要干嘛。最惨的是一名医生，看到一只原价150万的名表，在网路上只卖60万，以为捡到便宜，付了钱却只收到空表盒。网购的问题层出不穷，付费的方式存在很大的漏洞。台湾目前的交易模式都是买家先付钱，卖家出货。万一遇到恶劣的卖家，买家恐怕都欲哭无泪。但是以大陆的淘宝网为例，买家在台湾下单之后，必须先把钱汇到第三方支付平台，等到卖家收到货，确认没有问题，第三方平台才会付钱。大部分他如果真的要诈骗你，他会希望你甚至付到80%的那个定金。付费的制度不够健全，卖家的评价又能够轻易造假，买家该怎么自保？先检查物品包装是不是完整，封签有没有被拆封过。这个拆封的过程，因为超商的监视器都会全程录影，那也可以作为事后的举证的资料。除了卖家之外，运送的快递甚至超商店员都可能从中搞鬼。民众除了付款时多注意，收到包裹还是要先检查有没有被拆封重新包装。如果是货到付款的话，记得先当场打开验货，确定没问题再付钱。网络购物还是小心再小心，以免花钱当冤大头。记者梁嘉文，高雄报道。